威旺，你好，陆康，好久不见，你最近怎么样？我最近很忙，可是今天我有一点空。好啊，你想不想去喝咖啡呢？今天的天气太忙了，我觉得今天的天气特别不好。你今天没出去吧？今天的天气好好，又明亮又舒服，春天就要来了，你应该多出来走走。我们这儿离咖啡店很近，坐公共汽车只要5分钟，我们一起去吧。好吧，我跟你出去。对了，你的咖啡怎么样？不错不错，我的咖啡又热又好喝，而且因为我跟你回来，我很高兴。我也很高兴，可是我现在有点热。快天了，我们去饭馆吃饭怎么样？我们有很多钱，所以我就可以去。我可以请你吃饭，可是只是今天。那太好了，非常感谢。不客气。我们去吧。服务员，请给我们两张菜单。谢谢。这件毛衣怎么样？你觉得这件太大了吗？你穿什么都很好看，你很帅。谢谢。可是我还不知道我应该卖什么衣服，让我帮你。哎，这条是很好看的裤子，裤子也是中华的。好啊，我就卖这条吧。对了，你喜欢我们的约会吗？今天是约会吗？对啊，你不生气吧？当然了，我不但不生气，而且我很高兴，我也喜欢你。